有请下一组，来把快的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我的天！这是速战速决呀、啊！腿长是有好处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漂亮！哇，直接跳边上。哇！哇！何必搞得这么绝？我就是为了这一刻。真的，大勋。一定要有一个跑男里面的一个完美入水的画面，跑男里面的一个完美入水。哎，大勋，我下下这个，多个画面，多个画面。来体验一下嘛，真的。我出什么？你出石头，我出布。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KO！ 你真的相信我呀？来来来。来，一二三！哎，等会儿，你这是什么操作？继续剪刀石头布。咱先来剪刀石头布，跳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 ，no！ 哇！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输了我立马跳下去。剪刀石头布。我要输了，我立马跳下去。我不跳。你太傻了，刚出的锤出坏了，还出锤子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完美的机会，你下来吧。我下来。你下来吧。大勋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下。马滑了，滑了，他滑了一下，马失前蹄。全哥这一轮获胜，可以减少300步。